我妹又怀孕了啊？啊什么？你想抵赖？哎，我抵什么赖？你之前不是和我妹说，只要有了老三就换房的吗？可是我们钱不够啊！你看看你们现在住的三个房间，哪够住的？过几个月孩子又出生了，三个孩子再加上你们俩还有父母，怎么住得下？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一个五个房间的房子，而且现在你看我们的预算就只有200万，然后你看现在列治文市场上200万的房子都达不到我们的标准呀。你们可以买一个带出租单位的呀，一个月2000块钱可以顶40万的贷款，不就可以买240万的房子了吗？可是这样的房子也太难找了吧。再难找也得找，我不管，为了我妹，我们去找杨叔，他一定能找到合适我们的房子。哎，好吧，那咱们去找杨叔吧。哎，你们好，小白。你好，杨叔啊，听说你们又有喜事了，找我是有购房计划吗？我妹又怀孕了，可是他们现在房子根本不够住的，他们要买一个至少五个房间带全卫的，而且还要有个独立出租单位，预算不超过240万哦。而且位置要好啊，孩子上学要方便，最好附近有公园和健身设施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那我手上刚好有一套6788 Cheriton， 我认为它是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，地理位置一流，步行9分钟就可以到 Mineral Park， 附近还有健身房，有游泳馆，有图书馆，还有学校，还有各种设施，非常方便。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你们看，这是一个方正的角地，两边都有树墙，给你们非常好的隐私保护。后院的围栏和 deck 都是刚刚粉刷过的，看起来不错呀，隐私性很好，孩子们在这里玩也安全呀。对啊，那这个角地以后 rezoning 会不会有麻烦？角地是最好的地，现在列治文做这个医改多呢，列治文是房子都没有后巷，所以这个边角地就特别有优势。嗯，那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。好嘞，来走。哎，杨哥，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哎，呦，带客户过来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来来，你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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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来到6788 Chatterton 啊！这个房子是大概有3000尺，这个在过去半年之内啊做过大幅的装修啊，这包括了油漆啊、地板啦、嗯，还有这个电器啊，全部是更新换代过了。最关键是多少个房间？我们楼上有5间套房、啊，楼下还有一个一房一厅的独立的出租单位啊，特别适合大家，符合他们的要求。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边是您的餐厅。可以放个10人台都没问题，这边一扇门可以通到厨房里面去，这扇门呢通到后院，可以到后院来看一看啊。你看这个后院啊，这个3/4的地呢都已经铺设好了这个 deck， 这 deck 是刚刚啊重新油漆过的。后院呢是朝南，光线特别好啊，而且这边呢你看瓦顶呢也是红色的，跟这个 deck 的颜色呢也非常的 match 啊。你这个瓦顶是属于免维护的呀？是啊，可以用几十年。这个、对，没问题的，有哪块坏掉咱们换哪块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每隔25年换一次、啊、非常的经济啊。这扇门进去的话呢就是出租单位了、啊、来来这边来看一看。请进请进。你看全套的厨房、冰箱、炉头、洗碗机都会有，而且有自己的洗干衣机、哎这个啊。这个炉头马上就来啊，马上买啊，对，必须得有啊，必须得有，必须得有，必须得有。这边是您的客厅和餐厅，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卧室和洗手间。那么，这里面是个全卫，这个全卫，全卫。好，所以这部分出租单位是可以独立出入的。对，这扇门关住了以后呢，租客从这边出入就可以了。像这个区域的话，这个一房一厅租到2000块钱一点问题没有。所以将来你们如果这部分要不愿意出租的话，自己用也是可以的。对呀，用这个门、啊。这是客用的一个洗手间，这是主人用的洗衣机、干衣机。啊，这个是主人的洗衣房。对，这边却是车库，可以停2辆车，因为它这个店刚刚做了升容，已经装好了220的充电桩，所以如果您开电车的话也没有问题。对，太好了。对啊，楼上去，楼上的5间卧室啊。我们上楼。2间朝南，2间朝北，1间朝西。现在您看看这个主卧吧，这个是主卧。哇，你这个主卧放了国王大床以后还这么大？1.93米的国王大床啊，这边还有可以放可以放按摩椅啊，对啊，梳妆台啊，对，看这个洗手间也超大，而且有天窗。关键你这个都是新做的呀，都是新的，全新的，全新的，拎包入住的啊。超大的步入式衣帽间，它这个楼下的话呢是地热，这个二楼的话呢每个房间都是有这个 hot water baseboard，
这也是水暖的啊。哦，这是第一个房间。对，这间的也是朝南。这是第二个房间。对了，然后也有自己的独立的卫生间。是的。那去看看，这间呢是朝西。那这个没有卫生间呢？有有有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进来了，来了，在门后边啊。刚才是三个了，这是第四个。第四间，这间是朝北。关键我们要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卫生间。必须有。啊，这个，不仅有，而且上面还有天窗。这是第五间了。这是第五间，朝北的。也是有独立的卫生间。您这90年代的房子有没有灰管啊？这有，但是已经被屋主换过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最后我再对照一下我们的要求：第一，地理位置优越；第二，隐私性强；第三，装修新；第四，新的电器；第五，要有5个套房；第六，有独立的出租单位；第七，有电车充电桩；第八，没有灰管；第九，屋顶要经久耐用；第十，土地要有升值潜力。10个要求全部达到要求了，谢谢杨叔。最重要的是，预算完全符合你们的要求，在240万以内。谢谢杨叔为我妹夫和我妹妹找到了合适的新家。早就告诉你们了，买房卖房就找老杨。